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是吧？你准备给自家的小孩或者亲戚小孩发多少钱的红包呢？这位舅舅可够大了，舅舅给人家出手就是50亿的啊，50亿的金巴布韦币啊，不是，吓我一跳，50亿给小孩，这是假的吧？小孩呢也特高兴啊，上网一查，没气晕过去，为什么呢？这50亿其实只值5毛钱。5毛钱人民币，50亿就换5毛钱，这简直笑话了，是吧？当然现在的人对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很多小孩可能都还没见过人民币长什么样子，而人民币呢实际上越来越值钱啊，那我们也为拥有这么强势的货币而高兴，而眼见着美元欧元啊不断的下跌啊，这个人民币在这个强硬啊稳定，至少是稳定的，拿着人民币还是比较的放心。